今天呢，这不是教学视频，这是我在新加坡去的一间台湾风味餐厅，那道香茶茶茶的声音让我无法自拔。至于为什么我最近都没有更新新的教程，因为我搬家了。在新加坡辛苦工作的姐妹兄弟们应该都非常清楚新加坡作为访客的无奈，不过这也不能阻止我热爱拍摄的心，可能以后会用别的方式与大家同步。进去主题，这是位于新加坡嘉冷一带的台湾美食。在去年新加坡还没因为疫情被封城的时候，我仍去了台湾旅行，所以对那年的食物也是念念不忘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会把店名和地址放在下方。我希望我能从一个教程博主加入另外一元素，美食博主。我会持续的学习，与大家一起成长。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爱戴。现在新加坡已进入了返回第二阶段的时候，在此嘱咐大家注意安全，时刻谨慎戴上口罩。这个炫米糕必点。这是水煮甜不辣，只要等待水沸腾就能入口了，非常的期待。汤底真的非常香甜。